你有什么想跟我说，想要打动我的吗？你知道他的这个决定是多么重要吗？我知道啊，但是我不敢说，因为我怕他老公打我。超重要。那我说了哦。他也没有说。立刻说，杨丽老师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虽然我没有车，没有房，但是你有啊。你有车有房，你养我就行了。讨厌。